教主，我已经找到了武圣教秘传的上古试炼大法，只要练成大师毒，根本不怕乌蒙贵攻上主人公来。只是这需要一个武功高深的人做引子。万古石心，丧失人性，这种逆天的法术我是不会用的，此事不要再提了。教主，右长老，我愿意一试。熟悉乎懂你长天舞，良辰不我欺，年华枯逝，风满桌笑，最长雨淋漓，鸟散花落，俱往矣。上臂白首加七指之身，怪过叶大哥，他有他的责任，我也有我的使命。我想，如果我是叶大哥，可能也不会接受一个魔女的女儿做妻子吧。只是阿亮，有的时候，只是有的时候，还是会管不住自己的心，怨恨他一下。既然不爱，当初为什么要在一起呢？绣坊间戏曲雪如花，近来花似雪。请原谅我，这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这么叫你的名字。因为艾黎长老说，即使成功，我也会失忆，变成屠杀成性的大毒师。我怕如果我再不这么叫一声，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我知道，在你心中，我比不上他。我也不奢求你能爱上我，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这个世上如果还有一个最爱你的人，那就是我。阿亮，艾长老对他做了什么？认识我吗？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如果听得见，你应我一声好不好？阿亮，你真的已经认不出我了吗？我是师姐呀，我是你师姐呀。阿亮，为什么，为什么这么傻？阿亮。
世界就到你的耳朵，不能说话，世界就到你的嘴巴，世界和你再也不分开。心房之喜，去雪如花间。